做大明星 Like 尼哥傑曼，尼哥傑曼片酬$2,000,000，你的志願都是我的志願。我想做一個大企業家。即是哪方面呢？哪方面都沒問題，但一定要大，大蝦細最實際。 Why not？我要做一个穷人。好，因为阿爸话只要有骨气，唔讲大话，唔打交，努力读书，就算穷，去到边都会受人尊敬嘅。过嚟啊！做咩啊？哇！电风扇啊！真定假噶？好犀利啊！我哋终于有电风扇啦！坐啦，开啦，开啦，开啦！快啲，快啲！喂，又系喺垃圾桶度执翻嚟噶？我买噶，几廿蚊个旧风扇。系咪又俾人搵笨啊？唔会，我买嘅时候好地地噶嘛。唉，但点解无端端会爆呢？你老板，你搵次醒目少少得唔得啊？咩啊？边个你老板啊？你讲咩啊？我同学咯。你老板啊？你同学？我哋虽然穷，但我哋唔讲粗口噶。我哋唔会偷，我哋唔会抢，唔系属于自己嘅嘢，我哋唔会拎。要努力读书，将来要做个有用嘅人。啊，我啊，就系因为当年冇读书。已经跟不上时代。老豆，今天我们吃苹果啊？是啊。咪住，食完饭先食水果。哦，系啊，我对波鞋又烂咗啦，你一系补补佢，一系执个对，唔系老师见到啊，要罚企噶。知噶啦，尽我能力啊。嗯。唉，食紧饭噶嘛，打咩曱甴啫？食完饭先啦。哦。南无阿弥陀佛。